王文林花了大价钱，千辛万苦从大洋彼岸引进的种猪，却蹊跷的生了腿病，招数用尽不见效果，晒了晒太阳竟然神奇的好了。这里面到底有怎样的奥秘？科技院马上揭晓。你好，欢迎收看科技院。王文林在辽宁省朝阳市的养猪行业里是小有名气，他是专门养种猪的。2011年底，他的猪场的种群扩大到了4000多头，事业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儿，他用低价卖光了所有的猪。4000多头，连怀孕的，再加上这个小猪、半代猪、后备猪。当时市场上猪的行情好，按正常价，一头种猪至少得卖上万元，可他却一股脑的按育肥猪的价给处理了。当时咱卖的卖多，3000块钱一头。就是最心疼的呢，是咱们待产的猪了。这些怀崽的母猪，一头再生个10个8个的，也还能多卖不少钱。连种猪带小猪，整个算下来亏的就更多了。值钱的种猪卖了个育肥猪的价，当时说什么的都有。人家说这是纯是败家子，是不是冒头了？傻的。王文林的爱人万艳琴一说起当时卖猪的情形，曾一度哽咽难言。满带着希望的猪就这么一车一车的逃出去了，特别失落。生机勃勃的猪场一下子冷清起来。特别萧条了，就是那种生机就没有了，空荡荡的，只能偶尔看见几只野鸡、小鸟。万艳琴之所以这么难受，不光是心疼低价卖出的猪。以前这里是一座荒山，当初两人为建起猪场起早贪黑，倾注了太多心血。半夜的时候，然后那个产房他们接产的工人打电话说这个猪下猪了，我们俩就没觉了，穿着衣服也不管是几点的，开车就来了，就恨不得去自己去把那小猪扛下来。王文林两口子心疼是心疼，但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他等不及了。在赔本与等不及做权衡比较之后，他的抉择是贱卖，这是为了他的一个目标。可接下来他又做了件更让人不可思议的事儿，让猪场空着。他不是等不及吗？怎么还空着？况且这一空不是一天两天，一空就是一年，而且工人们依然工作，工资照发。厂房空着，你们忙啥？打扫卫生，厂房消毒。哎，你没有闲时候。厂房空着没效益，还要养着工人往里搭钱。王文林这么做，与他猪场之后到来的一批新住户有关。2012年12月13号，王文林的猪场迎来了一批新猪，这些猪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加拿大，他们个个血统纯正，身价不菲，一头就得3万多。去加拿大引种路途遥远，再加上他既兴奋又劳累又紧张，路上还出点小岔子，让他差点搭上性命。我上加拿大引种坐飞机都快就是个费劲了，心脏这就出问题了，给我直接的人飞机就下来了，下来直接给送到他那温哥华去了，到温哥华送到医院，把命都在差点搭上。我认为这个人那个种
所以说就是感谢这种唐州取经，这前来不容易。2012年的12月，正是加拿大最寒冷的时候。王文林的300多头种猪，经过4个昼夜，跨越了13000多公里，好不容易给运回来了。在运输过程中，运输了有大约有4天吧。加拿大运到美国，从美国装飞机，运到沈阳。运到沈阳。从沈阳，俺再又转汽运，就到这用到咱们家来。这些猪下了飞机，又上汽车，来回周转，舟车劳顿。但让王文林欣慰的是，这些猪都安全的运回来了。可话又说回来，王文林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从国外引种呢？其实他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以前养的种猪品种退化严重，母猪产崽越来越少不说，猪的毛病也特别多。我一看这猪这么整，成小药猪了，老头药，头苗的，头不起。另外一个让他下定决心从国外引种的原因，是他心里的一个愿望。始终我在想，整就做高端的东西，就在这个养猪行业当中吧，既然咱得说呢，站在全国的高度。怎样才能做到高端？为此，他请教过许多专家，畜牧局的陈晓峰也帮他出过很多主意。他告诉王文林，对一个种猪场来说，最主要的就是种。它必须生产这个性能非常优异，这样才能把这个科技配套这些个潜能发展出来。听了专家们的意见，王文林当机立断，决定直接从国外引进原种猪。一开始他打算先卖掉几百头腾出圈舍，这样新引进的羊猪就有地方住了。但他这个想法很快被自己的好朋友沈阳农业大学畜牧兽医学院的张勇教授给否定了。他告诉王文林，要从国外引种，原有的猪必须清掉，以免引起交叉感染。控场消毒都是从安全角度考虑，也是必须的。这样呢，确保我们的猪场是无病的，没有病原微生物的。这样呢，引进的国外的没有病的猪到这来也是很安全的。这些羊猪安然无恙到达后，表现都还不错。而且他那猪就卸到时候，精神状态一点都没有影响的。没有说那低头大脑的发晕了，没有那个。4天都没怎么吃东西。就喝水。就喝点水。我也就挺纳闷，你看这猪呢，能的呢。这些猪不仅体型漂亮，精气神特别足，适应的也挺快，胃口不错，这让王文林和厂子里的饲养员松口气了。但这口气还没松完，这些羊猪就给大家出了个大难题。最初有一两头猪的腿看上去不舒服，走起路来拧巴拧巴的，走到发点发跛的那种，一走一瘸点着都要地儿，有的甚至走道就像那个就僵尸那种，就嘣嘣嘣两个腿的这些一戳一戳的，他这个肘关节不会回弯了都。刚开始大家都以为是卸车的时候磕磕碰碰的受了点轻伤，不碍事儿。当时就感觉，哎，这瘸的猪是不是我们当时就是在卸车的时候给它弄伤了，机械性扭伤了。可慢慢发现，瘸腿猪的数量在增加。机械性损伤，它是不可能在不断的在增加的。再说了，机械损伤，猪的关节不应该僵，回不过弯来。后来我们感觉就不对，我们感觉它就是在发病了。这里的饲养员以前没养过直接从国外进口的原种猪，所以这些猪得的是什么病，怎么引起的，他们都无从得知。既然不是外伤，腿又僵硬，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判断有可能是关节发炎了。开始给他用抗生素，用这个止痛啊，用这个
关节炎呢，这些药物就开始来治疗。用了药以后，猪的腿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猪难受的时候说不出来，它们趴在地上不动弹，喘着粗气，吃力的哼哼。最严重的猪，它可以达到什么状况？就是趴在那儿，你喂食的时候它都不起来。你要是强制让它起来，进院去轰它的时候，就是嗷嗷的那种特别凄惨的那种叫，但是撕心裂肺那种疼痛的那种叫。你给它赶起来的时候，就是疼的，有的猪就是那它的四肢就是直打哆嗦。看猪难受的坐卧不安，大伙的心里都不好受。也心疼啊，鼻炎都是钱了。猪就跟咱自个儿啥自个儿养一样，属于说，所以说咱着急，感觉特别的沮丧。如果猪的腿病不能好转，就意味着这些猪还没开始工作，就面临被淘汰的厄运。腿瘸以后，他就没法再参加配种了。站都站不起来了啊！这种情况它就种猪的价值就丧失了，这种情况不得不淘汰了。搁过去，腿瘸的早就淘汰了，但这些种猪毕竟是花费了大量心血，高价从国外买来的。要说就这么淘汰掉，大家实在是舍不得。咱们这个猪咱不能轻易，因为咱有限了，一共就300多头，还从这么远的地方来了，这么不容易。他们能用的招都用上了，但猪还是那样。直到有一天，一个饲养员的恻隐之心让这件事发生了转机。慢慢的，寒冬退去，天气一天天暖和起来。看着猪整天卧在圈里受罪，饲养员就想着让他们到外面晒晒太阳，也许能舒服点。然后咱自个儿腿瘸了，咱那个啥，最好在那一个地方待着，咱也不好受啊，咱也难受啊。他说猪也是一样的心理啊，你感到被就是被风阳光充足的地方，他天天出去晒太阳。刚开始那些行走困难的猪要靠饲养员搭把手才能勉强起来走一走，都十几天吧，这样天反反复复的就是赶出去，竟然奇迹发生了，他这个病毒群的数量在减少。药物都没治好，晒晒太阳，做做运动，猪就精神起来了。这个药让我们真是很难以置信的东西，因为药物都没有治好的东西，咱们通过就是自然，就可以说咱自然疗法，它也好了。猪的腿就这样一天天好起来，走起路来也显得自在多了。又恢复了往日的那股子活泼劲儿。可这猪啊，病来的蹊跷，去的也奇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请来了沈阳农业大学的张勇教授。原因呢，实际也很简单，就是说人就像人一样的，晒太阳它就可以补充维生素啊，体内就把这个维生素 D 呢就啊天然有原来的麦角骨虫转换成维生素 D3 了，维生素 D3 增加以后，它就可以导致钙的吸收利用好了，骨骼就更健壮了，所以腿呢就逐渐好转了。猪不受罪了，毛玉龙心里也踏实了，但有个问题在他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些猪身体底子好，平时连感冒都很少得，为什么会患上腿病呢？专家的一句话点醒了他。在加拿大的时候呢，地板呢一般是像木质的呀，或者是塑料的呀，可这边都是水泥地板，猪得腿病，冰冷的水泥地应该是罪魁祸首。尤其是在冬天，东北是非常寒冷的，那么你要是在这猪在窝到那个水泥地面上去，它会很快会觉得很冰凉。那么就像我们人在水泥地上待着也觉得很拔人，猪也是一样，说如果长期在水泥地上再加上有水的话，猪也会发生关节炎、风湿、类风湿，也会发生这些病。毛文龙想了个简单的办法，找两块木板钉在水泥地上做猪的床，这样猪站上去不会直接接触到水泥地，可以对关节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用木把啥的话，这个很好，就是说又干燥，这个猪的体热散失呢不是那么太快，对它的保温也肢体的健壮状况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为了让这些猪好利索，毛玉龙还派专人给他们做康复训练。拽它的尾巴，拍不到后背，给它拍起来，让起来，再就是放住敲，放住别的来回放，让它脚尖先点个地，这样慢慢它走几圈就好多了。再拍着它，慢慢的，你的手给它放下点力气，让它自己慢慢让脚沾点力，让自己多使点力气。训练太长时间，因为给猪做康复训练得一点一点慢慢来，不能急于求成。扶正了，前面让它走一天。训练的时间一天要比一天长，慢慢让它自己能走的时候就好了。帮猪做康复训练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那些腿病严重的猪，自己的腿用不上什么力，要全靠饲养员了。走路的姿势都跟他一样，一点一点。没办法，他的体力差，他不走就得谁扛不下来了。嗯，一头猪现在他至少有100多公斤。你才多少斤呀？我才100多斤。走。他是你体重的2倍。走。你看，骑着半头猪在走。让这些瘸腿猪多活动活动，有利于血液循环。血液畅通了，循环好了，它也就不僵硬了。野外的阳光和康复训练，让这些猪的腿病得到了有效治疗。腿治好以后，不仅走路方便，您看，它们还在泥坑里欢实的嬉戏起来。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王文林他们还要感谢那些曾经腿生病的猪，饲养员在照顾他们的过程中才摸索到了让这些羊猪生活舒服的门道。它能见得着太阳，能见得着火花，见得着草，见得着阳光，见得着空气，这种情况它也是很快乐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只要猪舒服了，它的生产效果就会很好的。对于那些怀孕的母猪，他们也增加了训练项目，让他们参加有强度的运动。要说让猪做运动，在别的猪场也没少见。可没听说让怀孕的猪做有强度的运动。他们这么做也是受一头外号飞贼的猪的启发。他怀孕他能吃呗，他那喂他那些料不有限量吗？给他就让他吃完了不够吃，他跳出去，跳别的猪圈了，他偷点东西回去吃去了。那门也挺高，你看那圈门了吗？1米1，挺高，1米1，跳完了回去。那时候寻思能下几个猪，不得都撑不死啊？下那小猪更好，下那12个，猪一点问题没有。饲养员说管他叫飞贼，但那是飞贼，整不了，你搁整俩放哪也放不了的，他愿意咋地咋地吧。看飞贼这么跳都没事儿。他们就开始让怀孕母猪运动，为了加大锻炼强度，还专门用红砖铺了坡道，赶着这些母猪来回的溜。通过锻炼，它后肢力量还是相当的健壮。以前就没怀孕之前就爬这个坡也挺费劲的，就这个猪，现在就是天天在运动，天天在运动，就那么大的大院的猪爬这个坡，粗粗还能上。但母猪也不是各个阶段都能锻炼的。要在怀孕1个月以后才能做运动。怀孕初期，那么这要求这个受精卵呢，在子宫里面要胚胎要着床，那么这时候呢要有个稳定的环境。这时候如果母猪要受惊吓或者是猪活动太剧烈，都会导致母猪流产。
过了这一个月的危险期，猪妈妈就可以和其他猪一样去运动场晒太阳、洗泥浴，尽情地享受自由运动带来的快乐了。让他休闲的散步，让他休闲的呢，这个接触自然环境，完了互相之间呢，还有一个接触，猪跟猪之间有一个基本的一些社会交流。此外，适量的运动也有利于猪妈妈的生产，小猪生得又快又顺利。梁世和做了十几年的接生工作，这一点他体会最深。产出相当快，有多快？哎，最快的一个半小时就产完，产12-13个。哎，最慢的也就是4个小时。那跟你以前猪场比呢？哎，跟咱们以前那个猪场啊，就像咱们那些个猪场啊，最快的是4个小时，最快的，最慢的那就都没停句了，还有产1天1宿的呢。这些母猪不仅产小猪崽快，而且生得多，活下来的也多。这除了与猪妈妈优良的基因有关系之外，运动也起了很大作用。以往母猪不运动，体力跟不上，生到最后就没劲儿了。小猪大多是因为难产而憋死的。通过运动，母猪的精神头好，一胎生个15-16头也不在话下。现在每天都有健康活泼的小猪出生，王文林两口子重新看到了希望，终于看到新希望了。几个路都在掐着腰走，是现在挺美呗，是不是？是这意思啊？咱挺得意了，现在中的。从国外引进原种猪，不仅给他们带来了好的收益，还推动了当地珍珠产业的发展。这批乳牛的引进，不但对朝阳市乃至全省和周边省份这个种猪质量的提升，这个商品猪生产效益提升，意义都非常大。让王文林最操心的猪的腿病，竟然在无意中晒太阳就给晒好了。其实这也提示着我们哈，不管洋猪土猪，它们亲近自然的本性是不会变的。高养殖只有因势利导，顺应天性，养殖中的问题才容易解决，养殖的效益才会提高。好，如果你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 ABC 发送到10663355索取手机报。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央视网和科技院栏目的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信息。我也会与您互动交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为了给竹编添上色彩，他东找西找，找到了什么呢？为了给竹编添上色彩，他左挑右选，又挑到了什么呢？一个痴迷于彩色竹编的人，如何创造竹编史上的奇迹？科技院下集讲述。